养，现在是你们的了。一个上午了，有的人已经三具尸体已经在这里躺了一个上午了，有的人已经是凌晨死的，到现在没有人来处理。然后医生护士还有病人全部都在这种环境下面工作。这就是定点医院的现状，没有任何人管。刚刚找领导，没有领导，领导也解决不了，那怎么办啊？这是现场哭泣啊，这是冰山一角啊，十分之一，看好大头的这些全部是口罩。有好多呢，向哪说呢？你们看一下子，这是我们收的油，现在看看哪呢？那要不你们打个电话问一下你们处长，好吧？你信吗？我叫你让你排队去，那我们。我们有号啊，已经有号，我们一号嘞，一号嘞，牌子啊。来来来，排好排好。看，要拍照了。真的是每天来就是拍个照。还有档期，看到没有？站好了，都来了，人还蛮多的。看到那辆红色的车没有？都开始脱衣服了，这是防护服啊，就拍个照片。看到没有？拿防护服擦车，看到没有？看那个男的。把防护服全部丢到垃圾桶里。把防护服全部丢到垃圾桶里了。亚文，你明天别过来了，我这儿已经全封了。你看我们这胡同里的所有的路口全封了，八大胡同全部封闭啊！工人正在连夜加班全干了。
它不是对哪一个人的危害，它是对一个民族的危害，对人类的危害。所以大家不要担心，我一旦说不要担心，不要担心我。包子是人类的公敌，怎么可能让它继续啊？今天病毒的危害，病毒的猖行与暴政同行，病毒的根源是暴政，只有铲除暴政才能铲除病毒，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一点。病毒无论怎么势力，可是暴政的邪毒，暴政的恶毒，暴政的残酷远远大于病毒的残酷。大家一定要有信心，我们一定能铲除暴政。既然你们都叫方兵，哎呀，英雄啊，勇士啊，几十年出来的方兵呢，那就要有信心了，不要担心我呀。我有时候站在长江边，我的家呀，我就在长江边，我的家就在长江边，而且在堤外，原来现在是做成了这个武汉滨江公园。那个时候的水挺大的，有时候满起来了，真是滔滔长江黄河水，多少英雄成故人，红魔浪鬼欺华夏，快意恩仇了此生。大家要相信我，我的力量来自于你们，只要你们去传播，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。真的谢谢大家。说你没有跟你隔离，对不对？你确定不隔离我噻？是的，是的。你确定那个不隔离我？是的。你如果说啊，那我这么说好了，如果说你以这为名隔离我的话，那我就那就是所有的人知道的信息人都是觉得你们以我讲真话，我报道真话，你们抓我。这样。那你负责人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什么名字？对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你是哪个单位？我们工作人员，好吧？工作人员得有个名字，有个单位啊。你配合一下，配合一下。不是叫我配合，好吧？好，那你这样，你就拿个搜查证来，好吧？你就找个搜查证来，因为这个有法律规定，对不对？我们按法律办事，因为我没有病，你拿个搜查证来，我配合你。你去拿个搜查证来，好吧？我们是疾控中心的。啊，疾控中心，你拿个搜查证来，拿个搜查证来。存在搜查了。你拿个搜查证来就完了。搜查了。你不能以这个名义来隔离我，懂不懂？那么危险的地方，你去了以后，你有没有可能被传染？我没有，我这体温正常啊，我进去进出都正常啊。潜伏期14天，你知道吗？我进去是正常。潜伏期14天。啊，14天都是我的体温正常。你甚至害别人，知不知道？我的体温正常啊。那个刑法上面有一条，你知道吗？我体温正常啊。如果你的病传染给人家，可能问题是我没有病啊，我体温正常啊。你这样，你拿个搜查证来。我不废话，你去拿个搜查证来。现在是不可能。你拿搜查证来。如果你够法律条件，我们就按法律办，好不好？你找搜查证来，你没有传递，私人的住宅不允许任何人上床，我有法律保护，好吧？不存在床，你别过。哎，你不能跟我找这种。哎，不行。